然说，哎，许茹芸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连爷爷回来了，连爷爷回来了，许茹芸就更应该要回来了。对对对对，回娘家，哦，好久不见。两位好，大家好。岁月并没有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。拜托，我只是出道早一点点。应该这么说，如果你是植物的话，完全没有看到年轮。我只是出道早一点点，我从学生时代就出道。哎，新歌是？新歌叫《看完烟火再回去》，是我自己写。但专辑名称叫《北纬66度》。那你要不要唱一下你的新歌？好，唱一小句，好，唱一小段。看完烟火再回去，看完烟火再回去。短短时间里，我的幸福慢慢地，心里的爱暖暖地。哎呦！星星满天空，漫步秘密小路中，想起和你的时候，轻轻吻着我，像一世纪的温柔，很像时间停在这时候。应该，最好听，永远最好听的女士唱腔，变成是国宝级的。对，她的声音，她的声音，她的神韵。对啊，来来，小钟，小钟又来了。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赚奖金，赚钱。啊，最近这个节目做得相当不错，还不错，还包括这个内地，内地的中国大陆也有节目在做。哎，对，也目前之前开了两个，两个，那现在又有三个在谈。小钟，你这样子的话，你是不是要找个机会谢一下宪哥啊？啊，对啊，宪哥帮我们带过去，衣食父母哎。而且我们都是用这个宪哥的 title 去那边混饭吃。对啊，我每个人都说是宪哥在台湾的接班人啊。其实我其实是接他上下班的。欢迎我们的佑林，还有梦梦。姐姐，今天是唯一一次没有戴帽帽。对，今天没有，今天用头发做成一个帽子。啊，哇，好可爱哦！总一个小包包。对啊，我们刚从西安回来，有看到兵马俑哎。很像。那我今天出新专辑，叫《默默带我去飞》，想要送给宪哥、孔哥和红哥。哇，能不能不要？对呀，他人家都有来发片啊。我还没发片，我还没发。哇，好可爱哦，飞翔哎！对呀，但是我跟你讲哦，我们做过很多节目啊，遇到有小孩子的时候，孩子的世界他就是王了。对哦，就跟第一滴血男主角席维斯史特龙，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：进了森林，我就是王。他真的有讲这句话吗？有，他应该讲的是哎呦。I love my country。那是林峰吗？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讲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在模仿林峰。又林又林，哎呀，偶像剧拍不完了你。就运气还不错，那现在就是开始有在学习主持。未来的机会会越来越多啊，因为有些主持人都不肯降价，会很多捐过去了。我主要身份是歌手。哦，你有出唱片的，对，给你了，你对啊，很短，不会唱太长。默默默默带我去飞翔，实现你心中所有的梦想。默默默默带我去飞翔，飞上快乐的翅膀。好可爱，好开心啊，好快乐，好快乐，尾巴还会。哎呦，好甜美啊！一起来看看今天咱们四只可爱的小狗狗。来，我们第一只要施佳琪小姐带来的咕叽咕叽，来咕叽咕叽，来欢迎欢迎施佳琪小姐。四只好狗即将上场，广告回来怎么等得起哦？跳跳跳跳跳！我看到是出人意料哎！哎呦，哎刚刚跳，跟着一上台，看到没有？来来，先扣一下，来赶快赶快把他叫过去，快点！丢勾剪，出包连连。跌破眼镜，他是天气牧羊犬吗？对啊，还是他是喷漆的？羊犬枪，去去去，跟有天气就赢了啦！又来了，不要剪，不要剪就好。不剪，不剪，大便，有机会啊，我有机会啊。到底是哪只狗狗家厉害，居然会倒立？请锁定今天的精彩内容。小猪吓到爆，为了破案进哭球，宪哥提示。我一直觉得这里一定有疑点呢。
分排行榜第二。我真的好瞎哦！哇塞，我真的瞎，跟不上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跳到让我们韩家人觉得爽。我们就给你一个提示，我们先分手。哎，这个不诚恳，谢谢。请锁定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，内容非常精彩，千万别转台哟。一起来看看今天咱们四只可爱的小狗狗来，来，我们欢迎到施佳琪小姐带来的咕叽咕叽，来咕叽咕叽，来欢迎欢迎施佳琪小姐。长毛腊肠狗咕叽胆子真是有够小，今天参加露营对他来说根本是试胆大会。哎，这只咕叽咕叽啊是好冷，他好像很在发抖啊。因为他比较紧张。这只狗到底有什么才艺呢？他会听英文指令吃东西。对，英文里面的你讲台语不行，对，你讲国语不行，西班牙语也不行，只能英文。It 哦，一定要 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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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坐。有美少女哦，大少女狗有没有紧张？看有没有夹尾巴就知道。对，它尾巴都夹在屁股后面。好，等等哦，一加一。那个二号是要跳水是吧？二号黑狗，二号黑狗要跳水是不是？用它它都不敢吃。怪不得它有这么贵。一加一。不行，可以。一比比呀呀。好可爱哦，他讲出来就好可爱。It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好了，可以接受了，会听话了啊。二号二号，来来来，欢迎二号的狗表演跳舞，林佳妮小姐。哇，这是梗犬直起，漂亮，这是 Mino Mino Mino。全身黑不溜丢的 Mino 最爱在地上闻来闻去，但是看到主人的小扇子，他就会腿软哟。佳宇有讲啊，他在家里很 OK。在家里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是他出来之后好像有一点，他也有忧郁症哈，啊，太紧张，他也紧张吗？紧张一点。然后那个主持人可能太吵，所以他就下来了。酒桶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有点过动了。那这段你就自己主持，看他有什么样的才华，就把表演一下，开始。好，来，米龙，坐，坐下，坐下，就把军趴下，军事化训练，斯巴达，趴下，对对对，趴下，主持人，注意。趴下，他会趴。来滚，你滚嘞！这主人为了训练他，整个大腿右侧都肿起来。他属于肆虐型的，不听话我就打我自己。你滚嘞！滚！你滚！我应该叫你，你还不赶快滚？你不用滚了。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，趴下。匍匐前进，匍匐前进，哦，是哦，很少看到梗犬会做这样的动作了，真像一只毛毛虫。好，现在表现他的最基本动作，彻底的装死，装死，而且装死还不哦，他是彻底的装死哦，连动都不会动一下，连不都不呼吸的哦。好，帮他牵一下，来，趴下，砰，你不死掉了，别弄，砰，死掉，别弄，别弄，死掉，别弄，死掉啊，来。砰！砰！哦，有了有了，千呼万唤始出来，厉害！接下来我看我死掉吧，看看有没有死掉哦。米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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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砰！哎呦，死了又死了又死了！哎，不错不错，他怎么摇摇不醒？他摇不醒对不对？哎，不错不错不错嘛！啊，真的不错，三号小狗来了，来来来，不错啦！哇，这一集最欢迎聪明的李贤明带来的快乐啊！最聪明的狗狗就是这一种，这些都不用介绍了。快乐遗传自边境牧羊犬的聪明才智，学习高难度的才艺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难事哟。这只的表演很厉害哦，他会花，你看看花式撞球有没有？他会花式的跳跃，花式跳跃，来来来，这只一定很厉害。动，哇，这只好厉害。哎呦！原串原串，哎呦！少抓少抓，这个狗你在揪啊！再一次啊！来，来了，来了！是多久没有人家洗澡？就是我姑姑，我先姑哟！狗类的爱因斯坦，跳，再来，稳定性，转，哎呦喂啊！你三种不同的，哎呦，快，快，来，嗯，来。好，换别照，来来，听说他还会站立前进，对，站立站立，好，来，
我的站立前进最好看。站这个厉害。哇，这招圈呢？哎呀，站好，这招太厉害了，好漂亮，哇，好漂亮。我的大腿应该没有肉。这个公狗就好像陆军的提枪快跑。哇，好棒啊！谢谢啊，太厉害了，这一次分数蛮高的，这一次厉害，这一次大家啊对他寄予厚望。对对对，还有其他的差异吗？还有 S 型前进哦，来来来来，我钻狗做狗洞，钻人洞。哦，我们上次还可以爆哭，还可以爆哭，倒车入库，倒车入库啊！爆哭爆哭爆哭哎！爆哭爆哭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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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哇，露脸了露脸了！好，再来是我们第四只狗了，来，好，欢迎张义华先生带来的娃娃。哇，厉害！这只狗的雪纳瑞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注意哦，怎么样？长得最脏的一只，没有先比我高哎，它这是比较新的品种，比较小只哎，胡椒色的，比较深啊，胡椒色，腿被封了，就很懒洋洋的邋遢了，就说腿被封了。娃娃不受拘束的个性，外表完全呈现自然颓废风格，但可别这样就瞧不起它哟。而且这只狗呢，所有的才华都是它自己教的了哈。听说你这只狗会害羞哎，害羞，对啊，它害羞一下，哇，害羞害羞，是，这厉害，不要小看它，哎呀，羞羞脸，哎，羞羞脸，好棒哦。还有没有？还没有。它脸比较脏，所以常常要抓抓脸。这只可爱，对对可爱。那它敬礼跟害羞有不一样吗？它敬礼折脚了，就好像人家敬礼之后再脱帽子。哦，羡慕的意思就对了。来，敬礼折脚，来来。好，开始。好，敬礼。哎，折脚，哇，折脚，折脚。哎，很好。我听主人的话说。OK， 好乖。不错不错，我过来过来过来，还会立正是吧？立正可以站多久是吧？就跳恰恰没有，他就会站起来哇。跳恰恰没有啊，他对他的笑话没什么兴趣，他自己会哇。恰恰立正立正没有，走，是，立正 ，up， 哇，好棒啊！哎，还可以转圈啊，转圈哎，可以去表演了这一支。Give me five， give me five， give me five， give me five， 那叫恰恰。好好 好，这是我们第四支张义华先生的狗狗历险记，好吧，来。狗狗历险记游戏规则说明：一共五道关卡，路上充满了各式诱惑物，分别考验狗狗的勇气、专注和服从。谁能最快完成关卡，谁就是今天的冠军哟。觉得三号或四号。到底是三还是四还是四？讲个三四，你选一号我就翻脸了。没有没有，我先选四号。好，稳定性够。我觉得他好确切是那个动作。读多少？三千。就三千。三千呐，天后级的，太神了，天后，天后级的。对啊，太少了，对不对？三千是包白包哎。对啊，起码个三六千嘛，对啊，双了数。没有啦，我喜欢这样子慢慢来。来来，小钟，慢来，小钟。三号，怎么样？这一只稳定性真的太够了，李贤明先生的，我很少对这只狗这么有自信，直接先来。哇，你真的都来大，一万八千块，一开始先存一点基金了，我跟你讲，你们看不出来，一万八，你们看不出来他在铺梗说留着一万八下两千吗？是你们家的艺人，我们搞不清楚。可是就一万八，因为小钟经常上节目，因为跑得最快的就是边境牧羊犬。对，我有道理，经验的累积，西摸摸又摸。三号，也是哦，聪明聪明。说了说了两万了，把一千块都说了。哦，哎呀，太小气，五千三千，那么一万八，一万八千，一起来看看哪一只最厉害。好，一号，他马上就要进行我们的淘汰了，好吧？对，还没有进行就淘汰了，还再次机会，再次机会，估计估计啊，有没有信心可以过到第一关？出了这个门之后，哎，我们有五关为你第一关，站好了。我跟你讲哦，因为他腿真的短，我们从那个平台开始啊。这个可能是狗类的小亮哥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让他牵着绳子跑 ，OK 啦，好了，好 OK 了，就跟提枪一样，快跑前进，有没有？就这么提高，好，一北，来，让他跟在你身边。这么走就哇哇，他们应该是在现场，走走就开始，你跟他三二一就好了，最后一次，开始。走了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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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可惜啦，哎 ，Mino， 其实这没有办法，这个腿短的，这一关好像就比较吃亏一点。这只好，感觉刚好它又是来腿短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种狗它稳定度就恐怖了，这只哦。梗犬本来就是上的大台面。对对对。哦。你们赛禽狗类哦，对，听说也是抓飞禽的。对呀。哎，不错哎。快走哎！来，走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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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出人意料哎！哎呦 ，Oh my god！ 这只漂亮，哎，好稳哦，好乖，还假的，好乖，好稳哦，好稳的这只。哎，哎，哎，是是是是。哎，没关系，还可以再来，还可以再来，这只稳定性够，来来来，哎，那边好哎，一百哦，有轻点，轻点，走，走，快点，走，走，走，来，来，来，走。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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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卡在这里，卡在这里，哇，过不去，过不去，卡在那里。时间还在走，快，还在走，快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跳跳跳，打他屁股，打他屁股，他胆子小，胆子小，他怕那个地方，不行不行，他怕，走，加油，走，我抖一根啊，挡住，挡住，挡住，把他往前推，快快快，来，赶快，赶快把他叫过去，快点，打屁股，打屁股，用力推，不要，不要稳，不要稳，哇，我抖，等等，不行，不行。爸爸叫他，爸爸经过了一分多钟了，卡在那边，差点跳下白都不怕他怕那个地方啊，他怕那个烟，哇，腿短有这个坏处啊，他怕烟啊，那有火，黑道，哎，你呢？不行，往回走了，往回走了，哎，我前面那么顺，怎么他怕烟呢？卡在怎么突然间，哇，后面卡在这里两个小时啊，时间还在跑一分半啊，快点，这只狗为什么不敢过去？有时候两分钟也能赢，因为他曾经掉到温泉里面烫伤，过去，过去。恭喜过关，哇，1分41秒！哎呀，这是我没有狗啊！马上来看看第三只狗狗谁选的？我还有猫猫姐姐跟两个亮呼声最高的小松，这只厉害，你看，不用链子的，自己上来，自己上，稳当当的，快乐啦，加油啊！好聪明，18000在你身上。哎，我看它的毛色应该是有3、4岁以上啊，几岁了？4岁哈，啊，看毛色就可以知道。一倍，体型比较小。快乐啦！破纪录！哎，我厉害哦！哇，糗了糗了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吓到他！哦，紧张哦。好，也可以选择不开门啊。会不会是那一铺尿？对，有影响哦。加油！碎碎，哎，干嘛呀？先看一下。这个不可能会吃东西的，很少见，要吃东西。不可能！哎，主人拉他一下。主人拉他。对，这边客哦，外面有人吃饭啊！哎，都没搬家嘞，是啊是啊，快点啦！来，不能动手，不能动手，动哦，想来，不要动了，不动了，哎，再回来吃一点，再回来吃一点，去了，上不上？哦，又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！哦，他饿了，好好奇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再上去，漂亮，加油，加油，睡睡睡，加油，加油，睡 ，yes， 38秒。哇，真厉害厉害！我有拼了，哇，干掉2号了，干掉1号，所以目前3号分数是最好的。4号是谁选的？我。哎，如云厉害了，我们来看看这4号能不能让你赢得奖金。加油哦！我跟你讲哦，我很看好他。38秒之内，我们就赢了。伏兵哦，他是个伏兵哦。真的真的。再来，跟着哦，哎，跟着哦，这边，哎，跟着很好哇，喂。哇哦，颇有关键性的娃娃能打破快乐的38秒录吗？今天的你丢狗捡，保证让你傻眼。跌破眼镜，他是边境牧羊犬吗？对啊，还是他是喷漆的？羊犬交去去去，有跟不就赢了吗？又来了，不要捡，你捡就好。好，不捡不捡，吃大便。哎，有机会啊，我有机会啊。神奇倒立狗现身喽！来倒立，他会倒立，我把孩子都吞掉。怎么可能？倒立倒立，阿杰，等一下，你看这台是吸尘器。撞到了。哎，还没，还没吧？还没暖身啊？哎，暖不够，暖不够。哎呦，
到底是谁一家厉害？但哪里得灾？男子汉小猪竟然被吓成了娘娘腔。请锁定周日八点打开发现场。先走开广告之后还有更爆笑的哦。欢迎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拍图。我很看好他。我也是38秒之内我们就赢了。伏兵哦，他是个伏兵哦。真的再来跟着哦。冲冲冲跟着哦，这边哎跟着很好哇。喂哇来跟着跟着来。我力气也不错，哎，得慢慢来，要小心翼翼。跳，速度快的话也来不及啊，那速度快也来不及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我很难调啊。很好 ，OK， 上十六秒，十秒去，哎，上去，滑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上去，上去，好，滑滑，上去，来上去，上去，那很危险。OK， 24秒了，好守规矩哦。睡睡睡，在这里可以上，卡住了，这边也卡到，有机会了，开心的。滑，33秒了，滑上去。还好还好 ，OK， 他怕跷跷板，他怕跷跷板。好，第二跳，有3次机会啊，他失败了啊。他怕跷跷板，对 ，OK， 放心，没有，放心的。我们希望许如云能赢，对啊，我们放一杯。小钟又赢了，速度来了，好，来，但是他怕跷跷板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好，他怕跷跷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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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怕跷跷板，上来，我帮他跑。不行不行了，我搬走了，别搬走了，喂，喂，可以来上，我搬走了，不行了，四秒，18秒，18秒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26，29，快，8秒，还有8秒，3秒，过去，过去，滑，3，5，过去，滑，3秒，过去，过去，过去。好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还有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小钟你玩到站起来啊，全员阴沟里翻船啊，是不是有一点点心脏快跳出来的感觉？紧张，预备，加油加油，跟他们一样，快快跳，三五就飞，是要跳是要跳，跳跳跳，听得懂的话，上，卡到 ，OK， 好，上 ，OK， 卡到，跳跳太快了，上去，我来，我再上去，上去。上去，危险，很好，来，滑，对对，滑，快，来上去，来上来，上去，滑，安内的丢完了，上去，我滑，上去，安内的丢完了，上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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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，加油，快快快，很好，很好，手臂，手臂，不要手，快点，快点，跟着，快点，很好，来跟着，十秒，跳一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跳一下，来，跳一下，来，滑，上去，很好，三秒，三秒，加油。瞎了，真是！不是，我觉得他们都太大声，都把他吓到。吓到了，都是你两个人都站起来，哎呀，赔一万的生意啊！摇手了，其他18000的5000，好吧，来23000，18000，好开心！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18000啊，赔半了，来5000，谢谢。哎呀，客家本色哎，好计较哦，好会，你们家的艺人好会赚钱。紧张，就差那一两秒，你不紧张？好，各位，接着下来，你丢狗捡哦。你丢狗捡规则说明：60秒的捡球游戏充满了诱惑，谁家狗狗捡的球最多，就是今天的赢家哟。好，哪一只？好难选，好难选，好难选。我们估计应该很有机会哦。为什么选三号？因为你帮我选，但我也很看好他。看好他。好，三号多少？好了，5000块好了。对他来讲就很怎么跌倒？对啊，就怎么赢回来。但是他6000，他怕在哪里跌倒？在哪里又跌倒？小钟，这个2号觉得他好像有一点。2号跟4号，我现在有小周，现在有赚钱了。你看，连手表都带。对啊，哦，这个是2号行不行啊？2号，小钟这个手表是礼物哦。啊，没有啦 ，sponsor 的啦，没有 sponsor 还会起雾气，雾气吗？雾气啦，会进水啦，进水。后面还有刻字，这刻写什么？哪有啦？我只看到一个王什么？永远，永远。爱是永恒的。2号，多少？这怎么大？你在看嘉瑜的2万，
啊，两万比较刺激，我打算破纪录哈。我跟你讲，最高有人最高十二万，十二万，对啊，我没到那么多啊。No no， 不是差一点就破了。你这一把凹了赢，再把再凹才有机会啊，就赢就超过了，就超过了，已经拼了啦，拼了啦，三万八，三万八。哎，留个一千，最后还可以玩一下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何必留呢？这种留一千的都就挂掉了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是代表你没有信心嘛。你要同仇敌忾啊！不不不不，这叫什么？这叫破釜沉舟。对呀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厉害了！厉害！也不要怪小钟一直在耍，二号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下过这么大。我真的，我去澳门也不敢玩那么大，好不好？真的，两位。我们决定四号。事事如意。我们觉得他刚其实表现很不错，决定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厉害啦！好，位，现在他已经下好注了，三二四，好吧，一号先来，那么这一只狗零球，来看看二号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可怜的，掉怪哎，那个一号忧郁小姐，对啊，那人家更忧郁啊，走到一半忧郁症吓一跳，连观众朋友都被谢哥吓一跳。贝贝，不要瞧不起狗，好吧，搞不好来，你小声一点，开始，好，小声，来来来，咕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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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咕叽咕叽，来，小乔。一分钟的时间，丢到墙引起他的注意。哎，他也不玩球的哈，用球丢到他身上。对对，怎么我一直觉得他是一只？丢他，用球丢他，一只土拨鼠啊！哎，他到底喜欢什么？他到底喜欢什么？他喜欢啊，他喜欢睡觉，他喜欢在主人旁边。哇，走了啊！叫主人都叫不回来哇！这个尴尬，尴尬二十三秒哎！哇，不如我们来唱个原野三重唱的歌了哈。还要出来有落山有落山有落山。唱不断呀！嘿嘿嘿嘿嘿嘿嘿！你看刚有没有看到啊？刚有没有看到？我就说浪费大家时间，真的，一分钟的时间。还好我们刚才有三重唱的那个感觉，你有没有就那个最高音飙出来的那感觉很正点？天将渐忙啊！二号，请准备。哇，哎，加油，二号！哦，压大注在你身上，二号，厉害！梗犬。凭良讲各位，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梗犬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梗犬呢，其实它本身就很喜欢玩球，对对，尤其是苏格兰的梗犬，对，而且它是最会讲笑话的狗，因为它讲笑话永远都有有梗。加油啦！开始，来，快点，加油！要丢到墙哦，丢到墙！哦，要丢墙，去！不要丢，丢！去下海，小钟凹了，小钟完了，下海有梗哦，有梗有梗哦，好紧张哦，有梗有梗有梗，玩脚脚，玩脚脚，你不是要玩脚脚的？他在小家是不是啊？对，他家里的话，应该表现比较好。杨姐姐，去，有梗有梗，进球就赢了啦，又来了，你呢？哇，是啊，姐姐。有跟有跟有跟，有没有看到？苏格兰梗，小钟就让我啊勾搭勾搭的，还想要破我的记录？对啊，你要抢球啦！我觉得这狗很有个性的啊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他完全不理会。要抢球，要抢球嘛？去捡嘞！啊，利用十五秒，就起来帮球砸我 ！1、2、3、4，喂！抢抢抢！你抢球，我一个丢，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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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哎，谢哥，以后如果说狗不是很好的话，就是我们表现的时候。你们不要那么欢乐好不好？体谅一下我的心情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对嘛，三号，你笑他，他咬你，直接出来 PK 战，好不好？三号，加油！到底三号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也不要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就给他十二球。你如果能破纪录到达八球，就是 double 了， double 一万二了，十二球 triple， 好。我们应该没有机会可以上吧？不要嘛，是一球都不咬哎！够！哎，真的，我们今天是没有。我有机会，我有机会抢，丢到抢！好了，是。他没有兴趣。哎，完全让人家这个哈，猜不透，你们跌破眼镜，他是边境牧羊犬吗？对啊，还是他是喷漆的？啊，他就喜欢看努力，这是喷成这个样子。全不看。
咬球是狗的基本功哎，它不喜欢球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就是没有抗拒，抗拒。边境牧羊犬是不玩球的，对，它是小鸟，它玩飞盘，飞盘，哎呀，极限运动，哇！好，哎啊，对不起，忘了你的心情。没有关系，我只有压着飙泪，哭了，哭了，宪哥，还剩下一位，没有，因为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经常到外面来走一走啊。好，我们刚这么不好笑，你也笑成这样，真捧场。好，加油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四号，他这个到底有没有办法？加油！偷天换日啊，宪哥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就四公平啊，大家公平，大家公平。对啊，偷天换日啊。对啊，好好好。三，你不要换。喂，场子乱了，场子乱了，才不公平了，这样很公平。加油！好，各位开始。加油！哎，你好调皮的样子。给我，不要紧，加油就好。好，加油！不剪了，不剪了。有机会啊，我有机会啊。他不剪了，可以，不要丢太远。好，来给我，好，来给我。好，要丢了，墙丢了，墙壁掉，墙壁就不算，丢了墙壁就不算。好了，加油加油！哎，好，哎，不算不算，哎，一球都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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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来给我，好，哎，有一球了，好了，好棒哦，来，第一球，第二球，哎，放一球，放一球，来，哇，哇，这球，这球，哎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来 ，go go go， 哎，来来来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来 go go， 是有是有是有，好棒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哎，好棒，厉害，还是分进，就这么一球，一球就哇，先哇。你要先吃个香肠啊！回去吃大餐。先吃个香肠吧。我来。哎哎，有我来。我是不是丢球啊？不好，丢到墙。先丢先丢先丢。这里这里。我我来来我来来我来我来我来。捡球捡球。Go go。再一球再一球。就一球就一球啊！就一球啊！搞了半天就一球。好，来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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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球而已。来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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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来 go。大赛啦！哇哇哇！哎哦，黄金来了，黄金进来，黄金来了，说放就放，恭喜获胜的是我们四号。飞翔，飞翔，一动一丢。好，其他摇走。好，好厉害，小钟下下手表，下手表，下手表。又看到一个落寞的老人了。各位，接着下来最后一关，你没有听错，哪一只狗？是狗哦，可以倒立。倒立。对，狗拿顶，请问是哪一只？讲出来，如果说做不出来，我们通通要赔的。做不出来，观众朋友跑到中视来打我们的头。对对对，把我们招牌拆掉，好不好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换办公室？大家快别去啊！各位是哪一只？我觉得很像是四号哎。好，那就四号了。哎，他睡成那个样子。可是我觉得他就是最听话。可倒立可见，他腿劲要很足。你看我们一号腿多有力。可是他刚刚走很久啊。哎，不对，是三号走很久。对呀对呀。对呀。我们二号有没有？你看我们二号。但是是倒立哦，是用前脚。准备要跳水了。剩下一万一凹了啦。就是反正最后一关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。好啊。几号？连你的唱片也凹了。对。大卖大卖。这不是我。全部。好，来，小钟，小钟要凹什么？手表都拆了。一万，哎，三号，三，怎么样？四号，你是四号是吧？你不是下四号就下好了？可是我在想三号还是四号？下好就离手啊，还是三号？好，犹豫不决。好，三号。好 ，OK， 本来四号，他改三号，三号。你这个起雾的手表应该拿出来啊！价值十万，价值十万哦，进输了没有十万？谢哥看一下，这可以吗？喂！只差球，这个烂东西，十万啊！这应该你多少钱嘛？还会进水的。对啊，我们最小，应该不会吧？一千。喂！哎，我是好心把你的水甩掉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五千呐，好不好？五千 ，OK OK， 五千好，五千，好吧。五千哥，你觉得我会那么傻吗？宪哥被他骗了，五千差不多了，高估了，五千了。OK， 五千，五千块，五千，来。你可以选不一样的，选二号，好的啦，全下，全下的啦，两万五啦，两万，三万五赢的就是七万啊，刘总，干嘛下三万五？两个人比较好分呐，对啊，想要留一个红色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身上都够红色的，是柿子，要不是摸摸，压了说
说了。三餐二上，确定上？对，确定了。一起来看看哪只狗能倒立，欢迎我们的一号狗出现。我跟你讲，他真倒立表演。喂，你们真的瞧不起人，真的看不起他了，真的啦。看到了没有？站得多直啊！开始，来倒立，来倒立。倒立，来，可惜，刚好，谢谢你的诚意。会倒立，我把孩子都吞掉，真的。很厉害，你讲的哦，我讲的啊。你今天够衰哦。他能暴力，我把孩子吞掉。哎，像不像一只火腿抱在手上？对对对，好可爱。好，倒立哦，倒立哦，倒立。来，张好，张好。好，好，看他尾巴的狗要倒立。好抖哦，火鸡。哇！一直被看扁的郭吉，难道就是今天的倒立神犬吗？小猪吓到爆，为了破案进哭球，宪哥提示：我一直觉得这里一定有疑点呢。一分爬板第二，厉害！我真的好瞎哦！哇塞，我真的很瞎！等一下，跳到让我们韩家人觉得爽。我们就给你一个提示，我们这次走，这个不诚恳，谢谢大家。请锁定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，别走开，全部最好看的节目马上登场。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 Part Three。好，倒立了，倒立了，倒立，来。看他尾巴的狗要倒立，好抖哦！等等，哎呦！真的，突然硬了一下，失败！我告诉你，梗类是最喜欢倒立的，尤其是苏格兰的梗。来，二号梗，厉害，来了来了！恭喜妈妈姐姐，好开心哦！你看这个气势就不一样了嘛。倒立哦！倒立，倒立，倒立，倒立！等一下，你刚这一台是吸尘器啊？还有转盘，他提着腿，他嘴巴一直在吃东西。好倒立，他不会倒立。哎，各位失败了，厉害了！来来来，欢迎三号狗来了。哇，是呀是呀，危险！先看三号，有可能应该是他。我倒，最聪明的狗。他是热身一下。好，最后要热身。他三号骨折了。有机会哦，先热身了。倒立都要暖身啊。前进，翻，翻水。翻，漂亮。翻，我明星狗哦。哇。倒，将来了。是有是有，这一招厉害。那他热身完，哎呦，这样算到了吗？还没嘛，还没暖身啦，哎，暖不够，对，暖不够，要到了。我发觉，这只手表很危险。刚好我没有什么手表，哎，这个，哎，你们帮忙哦，哎。软脚软脚啊，不会啦，很难讲，各位，哎，如果四号那我们通杀了，真的，哇，太好了，四号狗狗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开心的表演，他还要非常表演，真的还假的？来，欢迎表演好不好？整套的，三阿不的米尔哥，哎，表演整套的哦，哇，好乖哦，呜，哎呦，哎把骨，哎呦 back， 哎呦，哇哇。哦，好可爱！哇哟，主人会 breaking 啊！哇，好屌！哎呀，超帅的，两个根本是合为一体哎！哇，好，他要表演了，太用力了，厉害！你看棒赛出来，人狗情未了。这狗哇，好像听得懂人话哎，厉害！耶耶耶，他可以倒立吗？他可以倒立吗？倒立很难哦！哎呦哇！有哇，好直哦！哇，脚还伸直哦！伸直！厉害！哦，卡亏，真的厉害啊！赞！厉害！
整段的表演哎。刚那个倒立还 OK 吗？可接受了。你不能接受的话，我们有 VCR， 我们有 VCR 吗？对对对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一起来看一下，来来来来。娃娃漫步在西门町街头，马上要和主人来一段街头舞特技 battle。娃，过来，来上来，上去，哎，坐，坐，这边。娃 ，sit，sit，sit， 哎，很棒，好，看一下。娃娃面对着围观的人群，一点都不怯场，自顾自地和主人跳来跳去，玩得开心。娃娃，趴下。哎，安娜。好一个人狗合一大风车，还有更厉害的嘞！拜拜。安娜，等一下啊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等一下。等一下哎，好啊，来这边，好来，好厉害的无敌风火轮呀，这样的境界真不是凡狗可以达成的。再来是重头戏，狗狗倒立，来坐，好来，等一下好棒哦，哎，好棒，等一下哦。如此特技真是跌破路人眼镜哟！好棒，好 ，OK， 好。表演完毕还会向现场观众致意呢。当然，这样的合作无间也是经由无数的苦练哟。嗨，小心！嗨，小心！哇塞，一定不痛吧？我，拜拜。哎，你的 T 恤那么滑，狗才爬得上去呢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养狗真的很辛苦。你看，主人比狗还累呢。哇，哎，好像是他的兄弟一样，哎，这是狗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非常幸福的一对啊。对，哎，这个也没有对你多好，但是手表。你觉得我戴这个手表好看吗？好看，烂东西就随便拿走了。下次要把表赎回来。哦，好，再次谢谢他们，休息一下，进入更精彩的中日八点档。这边注意哦，你如果再跟我讲月光光晴光光，甚至下狗的好时光，没没得死啊！但都每次天黑你讲这种话。今天来到韩公馆，哎呦，韩公馆，韩公馆，哎呦，冷得厉害，还是说那种？然后他们这个全家人已经在等待我们了。我们今天的，你确定有人在等待？来宾超级偶像，真的有在等待？哎，当然啦，就是刚刚开完小巨蛋演唱会的。哦，罗志祥小猪也来了，是最火最热的了。这个小猪仔啊，等一下来，我告诉你哦，我们要处理到让他比蔡依林还糗，比仔仔还难看。好温馨的，对不对？人家说是雅何须大，这个不止雅，而且又蛮大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对呀、啊，真的是哈。来来，韩总你来了，有帅哥，好好跟我们介绍一下家里的成员。对对对，这是我漂亮的太太，韩太太。对对对对对，漂亮的太太有没有？这是我儿子。我跟你讲，有这种观念哦，你日子会很好。对对对，像话吗？对老婆一定要懂得尊重，对不对？老婆，你然后他有时候就你怎么在看别的女人？他一讲上你就不能再回头，这他长那个样子出来外面晃荡，我那个反应一流，谁都用这一招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然后他又你是不是在看别女生？看成别女生了、啊，我家已经有林青霞了，我还会在乎沈殿霞？哎呦，类似的，哇，日子有点过了。两位，亲一个，要不要？亲一下，亲一下，各哎呦 ，My goodness， 这就对了。小儿子的脸上充满了疑惑，他们没有亲过吗？没有，我说没有。有啦，有
有啦，你有看到过？有。哦，这个是儿子上。对对。你每天去上学的时候，你哇，这个以后不得了啊！有哈，这以后来拍我们中式八点档偶像剧。对呀，小胡子好帅啊！这个应该不是你哦。是我小舅子的。小舅子的。哦，小舅，哎，帅呀！那就这么一只啊？女儿是我妹妹的女儿。妹妹的女儿。哎呦，这皮肤怎么那么白啊？你是混哪里的？有混到的，混英国的。哦，爸爸是英国人。Can you talk to us in English？ 好，好，他这个嘞，这个嘞，这是大舅子的小。大舅舅的，不管怎样，好，来，好，他的亲戚朋友们的感情。还有一个，还有这个忘了介绍，这是小妹的，从台东来的，今天搭飞机一个人来的。台东来的，看这个肤色就知道是台东来的啦。笨蛋，哎，我不知道你的明白呢。我是也著名，你要误导我啊？妈，你一个，我一看就知道这一个也是台东来的嘛。台南啊，也是你台字辈是吧？啊，台南要跟他讲一点台南的话。台南的台南什么话？你好的啦，我不知道你的明白。我是一样白呢。还有这个啦，还有这个是台中，台中来的。啊，你倒是，哦，有这个就知道。好像全国310没有，今天都为了小猪啊，各地方都来了。啊，真的吗？最喜欢的艺人是谁？罗志祥，哎呦，哎，两兄弟现在运气真好，哎，对呀，小猪就最喜欢人念大声的是这个啦。好了，爸爸要发号施令了。那你后面这位是哦，干妈小孩，干妈哦。而且我们这个韩先生啊，本身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摄影师，哎呦，也算是我们业内哦，同行，对对对。那平常有帮狗仔送上片吗？哎，你怎么，你不问一点，你没有深度了，好不好？就散人了，对呀。今天的案发现场来到的是新店的韩先生家，三层半的老房子经过韩先生的精心设计，打造出自然的乡村风格。地下室的厨房及餐厅可是精通意大利菜的韩先生大胆厨艺的地方呢。餐厅在往下的合适，最大的用处就是亲朋好友来的时候打个小牌联络感情。一楼的钢琴间结合书房和琴房，给儿子独立而且最佳的学习环境。上到二楼，儿子房的设计是采用海洋风，而船形的床铺让儿子在梦中也能够四处遨游。主卧室的陈设虽然简单，却能感受到男主人塑造的温馨气氛。这次为了亲眼看到小猪，亲戚朋友不惜从全台各地而来。今天负责躲猫猫的是昌玉、丽婷和小蕾三位小朋友。面对强敌小猪，海先生一家人可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哟。这次的新调剂是由一家之主的韩先生负责别上，为我们提供情绪的反应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啊，好好来处理一下。对对对，6万元就在这边了。我，哎，我们亮鱼美，亮鱼，亮鱼美少女，六万元。My goodness， 白花花 money， 妈咪，谢妈妈，台美拿了，妈妈拿到6万块，应该家里管钱是妈妈，应该是妈妈了。妈妈打算怎么处理？妈妈出来讲好不好？打算怎么处理这6万块？我们要那个。捐10000块给亲戚，是我老公说的。你那个，等一下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听我说，如果说你要捐10000块给出去，你不要说老公你拿去捐了，那这样很危险。应该为钱也捐了，不是要以你的名义。啊，好，这个出去自由是自由。10000块，那另外5万块怎么花？放口袋啊！没有这些小朋友留着家用，拿出来先大家吃饭，私底下再说了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哈，好不好？那6万元就在这边了。嗯，好好加油。到底小猪能不能为我们保住这6万块？先收进我们非常的月供宝盒。厉害了！今天听说非常的困难了，因为小猪啊，他有个外号叫做油腔滑调、油嘴滑舌啊，是吗？难怪他到中油去应征，人家不让他上班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中油它不录取一种人，什么人？油腔滑调的人。他的油腔，他就不会加油，太厉害了啦！是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好好去把它 setting 一下，布置一点啦，趁他还没来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它 setting 完毕之后，今天咱们6万块就准备来个瓮中捉鳖，太好了，咱们就来一个守株待兔，我们就来一个一连。周末漂亮，3天，我没有啊，讲一个大家能说的，没有3夜。那谁带我们夫人还是老公？韩先生啊，好来你带我们去尝，太太来，好吧，我们先尝一下。小凤，那你们赶快坐好了，好吧，加油加油加油，6万块拼了拼了拼了，好不好？快快加油加油。
哎呦，等等，哇，这个总共几层啊？这个总共算是3层到4层。3、4层。啊，这个是你们的两位主卧室。有一点的吗？哎，我仿佛有看到了哦。好，半蜡烛。各位，这个把灯全部关掉。这个是等于送分的。哇，蜡烛，这是把它关掉。有没有？偷窥了啊！偷窥了，偷窥你。苦瓜蜡烛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把它点亮着应该比较有机会。其实点亮跟不点亮，这个都算送分，因为太容易了。好了，点亮就点亮嘛。一，这一个疑点。第二个疑点，苦瓜蜡烛。椅子，鱿鱼片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哈，这个 LV 的图案啊，告诉你经典包，这算是名牌，是真，这是我们节目开创出来经典。但跟大家保证，这真的是最后一次用，好，因为这味道真的太浓了。我们可不可以喷香水？你有没有香水？有啊，有，已经喷过了。来来，骷髅的拿来喷一下，一定要能霸骷髅哎，能霸骷髅，能霸骷髅，一管一管，来再拿来，你是能霸骷髅，能霸骷髅了，好安尼。哇，这个味道真的而且它真的做的太像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小朋友的干妈，差点坐下去了，已经坐下去了，坐坏掉了，谁这是修改过的？对，两样的，两样，来，两个疑点，这两个疑点其实严格说起来，哎呦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吗？哇塞，军舰要起航啊！这个让我感动，韩家人有没有看到？设计孩子以孩子为中心的感受。框子、小窗户，然后整个装潢，我觉得他的这个小朋友的房间哦，的设计感啊，都几乎快超越主卧室。对，因为我小朋友他很喜欢那个地中海、父亲海的感觉，哎呦，感觉。啊，这个还有一个船，有没有看到？你把人家也吓一跳，我也吓一跳，吓一跳。好，这里面没东西，没东西。没有。好，两样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这边的疑点就这里。一点就在这里，来一个。这个是什么？哎呦，厉害了！哎、欸，这样我提出抗告，这个有机会，这个有机会。我提出抗告，为什么黄豆做的不行？当然不行、啊、因为一扯就会断了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本来就是石墨啊。那本来就是要塑胶粒子的，好吧？三个了。呀，三个一点。哦，这里就顶楼了，就对了。对。来，我们下来。好，往下走。没有错，一年一度的作战计划又开始。还记得上次在去年的时候发行我第四张专辑，但是这一次是我第五张专辑无所不在。告诉你们，我专门找一些无所不在的一些人事物，不管你是人藏在哪里，东西给我乱搞什么东西，我都可以查得一清二楚。我今天冲将来是因为我是罗侦探。注意啦，宪哥们，我一定会把你们全部通通找出来的，有没有气势的滴滴？因为旁边都是住宅区，狗很多，都是我的狗。出个名，加油！琴房。对，琴房、书房，他在那边写功课。有没有看到？喜欢音乐的小孩都不会变坏。哇，真好哎！有没有弹琴的孩子不会变坏？对对，但是他的儿子就有点感觉，我感觉不错啊。每天在弹琴，每一个人的教养是不太一样的。有些人希望他音乐嘛，有些人希望他是，哎，人家摔柔道摔成一个奥运冠军。对啊，跆拳道打到世界冠军。是啊。天哪，那你儿子摔脚踏车可以摔到？摔到了，挂急诊。摔好，忽然间，爸，我长高3公分了。哎呦，好可怜的。笑起来，小孩子的幽默，你刚刚拱起来啊。哎，还真看不到什么疑点呢。有吗？有疑点吗？这边有吗？肯定有。Oh my god！ 天哪，今天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大的重点了。Oh my god！ 各位，现在这个地球仪的状态是这样，它是反的。这个太难。好，这个摆上 ，OK， 好不好？南太平洋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对不对？安尼猜未？合理，不合理的避免了。哇，太平洋也无看过，对不对？你有诶就避开未啦。没啦，那本来这个本来就是。啊，你先坐起来看瓜，甲看开好啊。不然你也无看，也没想转去边嘛。对啊 ，OK， 好。哎呦，这个是罗志祥相片。罗志祥，哎呦，真的嘞。我喜欢他，真的呢。我妈妈说她喜欢他，还有王力宏。所以听说他要来，就赶快去买他。
儿子应该给他喜欢个女的吧？对啊，应该喜欢男生的话，将来性向会不会有点问题？对啊，性向还是要处理。还小，没关系。后来儿子终于喜欢了，喜欢两个人。那还好，是两个人。Tony Chan。哎，妈妈怎么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妈妈都想吐了哈。很好的英文老师。很好，对呀，对呀。啊？你说什么 ？Tony Chan 是一个很好的。I thank you. I'm very good English champion. I'm Tony Chan. 妈妈，妈妈，我们生意不好，先走了。我说两，我说两个才讲完一个。哦，来，哦，下面了。好，这就厉害了，四个一点了，四个一点。哎，大家撑住啊！大家要撑住。等等等等等，这里这里有，赶快棺材棺材，棺材。棺材，因为我怕小猪突然间来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这里这里有吗？这里有吗？啊，外面的，在外面，在外面，在外面。看一下，哎，请他回避。外面就有疑点。哦，好，哎，你小声讲，看看小猪是什么东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中不中？中不中？中不中？哦啊！啊啊你狼啊！我一个人在这边，那你就睡一下啊！你睡一下哈，有没有蚊子咬你？有没有蚊子咬你？没有啊，这里面当然没蚊子，刚好是一个冰箱的，对了，闭了闭了闭。好，好，进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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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一个人四个一点，剩下三个一点，两个人厉害，还有楼下啊。哎呀 ，key 吧！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我可厉害，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。这个刚刚我们就被他干了一局，他好厉害啊！你最好不要被找到。Oh my god！ 啊，这个难呐，这个难呐，这个难。好好，哎，我们赶快去找，快点。待会儿再跟你 PK。待会儿再，你等我，你等我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要跟你来一下。好。这一边啊，这就是他吗 ？Oh my god！ 各位，所以这台来的哈，底下躲一个人。这里又多一个人，他找到那个人就会忽略这个人。就是如果找到这个，他就会忽略我；然后如果找到我，他就忽略我。对，很聪明。哎，这有道理。啊，他一来，如果两个同时找到，那怎么办？你会不会很闷啊？你会不会哭啊？不会。不会哦。我应对进退，好聪明啊！对啊。我跟你讲，你这逻辑性很强。侦探柯南就跟你一样，你这么聪明，你跟这个叔叔聊一下，对，聊一下，不要那么快就被他影响到。来来来来，两个人五个亿，哦，有十只脚，不会吧？螃蟹不就是十只脚吗？哎呦，螃蟹不八只，连螯啊，八只脚，连螯十只啊，螃蟹一只爪八个，两头尖尖这么大一个，眼一挤呀，脖一缩呀，爬呀爬呀过山河，那有几个？哥俩好啊，对呀，八个嘛，这一只的，这一只十，哎呦，十一十二，哎呦喂呀，哇，这个不可能，这个不可能嘛！小猪，我们怎么样救你啊？救不了他，还好，可能嘛？我觉得他已经算是很仁慈了。在这些菜色当中搭配了一个不可能的菜色，蛮突兀。好，再来。还有最后一个，还有一个人。哦，妈妈你蛮自私的，你把你的厨房弄最漂亮。哎呀，就你自己在用哦。没有，假的嘛。对对对，假的有什么意思？有这个。啊，这个太难了。那吉祥了。哎，这个。哎，翁来。各位，而且这个合情合理，往来不会就这么大粒，也是啦，一条敢那琉璃都是假的嘛。好，好，好，漂亮漂亮，那道具越做越精致，漂亮漂亮。好，好，剩下一个人，剩下一个人，对对，妹妹一下，来来来，妹妹，好，各位啊，啊，这可能，哪位啊？啊，如果小猪来，他一开门你就吓他，对对对，没了，没了没了 ，OK， 立刻把人犯带到，走。开门，好下，哎呦，下，厉害了，厉害，有没有看到？看到小猪开不开心？来，这是韩公馆，有没有看到？你不要看他们哦，看起来对你好像面露。那个和善的感觉，他们把你当敌人。哎呦，对，因为今天我找到的话就没有红包了，没有了，六万元的奖金就掌握在你手上了。有没有看到？最近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！小巨蛋演唱会成功，耶！哇，那我看那个画面啊，连我都觉得好感动。那艺人朋友非常多都有去看，包括我的家人也去看了。真的吗？有。那今天呢，这个小猪啊，对这个。
感冒的状态下带病前来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他刚在门口也特别跟我讲，难得到韩公馆来，所以希望能把这次感冒分享。流行了，没有了，没有那么重感冒的。每一个不是，嗯，他那个不是感冒，他是烧烧香，唱到烧香，他那个烧香啊，就说，那你也不用吐我口水。哎呀，那这我有新专辑，哎呦，我真的，哎，这个小猪啊，这个平常讲，他的努力我们都看得到，对对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介巨星了，没有，能够在小巨蛋开演唱会。除了我个人之外，现在总算后继有人。啊，宪哥的接班人啊！不是，我讲完突然间鼻涕喷裂了，是吧？啊，你有在小巨蛋？有打算打算。如果真的在小巨蛋的话，我和洪都拉斯一定不吝啬替你站台。就因为这句话决定取消。见你一个大头鬼了！谁要看、啊？哎、欸，人家小猪在卖票了，对呀、啊，你神经病啊！这是我们韩家人啊。那现在这个我们先礼后兵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今天想拿我们的60000块，派出小猪强棒来，有没有机会拿60000？有。你告诉我，小猪一定没有什么机会。没有没有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这种家我太熟悉了，在10年前我有来过这边拍过戏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我坐在这边坐了差不多3个月，所以它里面的结构你很了解。3层半买一个顶楼。完了，糟了，来了一个练家子的，好吧？完了。可是我们买了很多你的专辑。因为这句话，我好慢慢找。哎，不行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所以好好加油了。40分钟准备了，预备，各位，包括院子进到外面那一道门进来，通通都到。外面也有啊。都有。好，预备。哎呦，他真直接外面，40分钟计时开始，靠！哎，他直接往外面了，我靠！围墙外就没了啊，围墙外就没了，对不对？演艺圈疑心病最重的了，完了，他一定知道那个花是假的。韩大哥好，哎，你好，希望今天呢能够陪韩公馆我们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啊！今天小猪听说他带了50几个 fans 在外面啦、啊，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上车了，上车了哦，现在下雨了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外面那个灯是送分 OK 的，我们现在就靠这个。作为粉丝还包车来跟着小猪，哎，小猪当巨星了，哎呦，而且我真的是我这辈子我最荣幸。哎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在后面吵了？巨星嫌弃我啊！这边哪有东西啦？宪哥，哎，怎么样？我在他后面稍微干扰一下，他叫我滚开。他滚开不做了，本来空出去没有了，开啊，没有了。小猪怎么那么有礼貌？我就说我没有了，不要。这种海鲜类，你只叫它滚开啊！好险，进去了。哎，小叔，你在外面扑了个空啊？没有，我先不要浪费时间在这边，因为我来过几次，有战术的啊，我都知道有东西。看了个半天，好像也找不出什么东西来嘛，对不对？协会的。呵呵，基地没有啊？基地没有，这边没有。可以先算一下。哎，哇，基地都叫人了啊！基地就是盖达组织的。这边有没有？这边有没有？哎，这里只有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，基地没有，其他都有。好，好吧，讨厌的家伙，走开。哎，咱们去啊。哎，那个最会玩 keep 的是哪一位？啊 ，keep 啊，躲起来了。找不到对手了。一个家庭里面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哎，你要不要玩？我陪你玩一下。不要，你们自己玩，你们自己玩就可以了。万一家庭这个东西还蛮好的哈，Family Day 是大家对 Family Day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宪哥说玩这个，我来，我刚才来了，一杯，一次10张专辑唱片啊，差喇叭丢，你上面打球，输了你要给我10张。我是真的会玩这个，哎呦，10张专辑唱片，我真的会玩，哦，看到没有，世纪大对决，宪哥，哎，10张。10张，我没有讲啊。有10张专辑上面，各位，我是真的厉害，会做球的，对不对？韩大哥，你也干好你家了，阿弟你够一瓶你，你这边没有镜头，拿着屁股照镜头啊？哎呦喂呀！对不对？这个打手足球厉害，那边不要管他，这个会去拖延他的时间，对不对？有可能要不要喝点东西？来，我来一杯。好，来一杯，真的来一杯就不可能是来一杯啊，来一杯啊。
哇，怎么？今天很难呢。贵客是不是？今天好像是很难哦。今天是难呐、啊。是难啦、啊。今天是难。你今天可能会破九零人的记录哦。上次你们跟仔仔讲过了啦。我知道。哦，每一集我都有看呢哈、这个。这个茶不错、啊。是是哦。可以吧？嗯。哦，可以再学一次。韩先生啊，你这个炒豆皮真的是正点啊，我告诉你，炒豆皮啊，冷的我都想吃两口。我跟你讲，嗯，哎呦，他的检查碗呢？可见这个人疑心病相当重啊。讲难听是疑心病，讲好听点的话，那就是做事非常的细心。哎，其实不用担心啦、啊，已经过了快十分钟，他找不到半个。我们还蛮放心的，真的是假的骗他的、啊，大家都吓一跳。其实苦瓜好吃，哇，我找不到，我的天哪，哇，真的很难喽。耶，有感觉到难度了啊！有，今天感觉到难度了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不知道饼。哎。凤梨是假的，有吗？谁说的？哇塞，这个好厉害哦，这个做的好好哦。恭喜找到一点一个，还有是我们的吉祥物吉祥了。然没想到一年不见，小猪竟然退步了那么多，四分钟才找到一个送门题，小猪你要加油呀！该是从我旁边。翻过去，感觉他根本不会找到我，好热哦！找到的话，我准备下来。辛苦！外面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新哥。好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六个疑点，三个人担心。你还有六个疑点，三个人。这可以吃啊，水果，来一个。没有。没有关系啊，这水果。没有。真的是要请你们的。你真的会让我来一点，就是代表是不可能的。哇，用来绑蟹脚的钢丝外露啦，这会被机灵的小猪当成俩包吗？哈哈哈！广告之后一定要回来哟。欢迎收看《终于把你挡得住》。6个1点3个人。这可以吃啊，水果，我来一点。没有关系啊，这水果。没有。他真的是要请你们的。你真的会让我来一点，就是代表是不可能的。这。韩先生，韩太太，有事吗？好危险。哦，他刚才有看到。这个小心，隔墙有耳啊，隔墙有耳啊。韩太太啊。我们韩太太说今天非常的有信心，小猪有信心哦。好，各位要有信心了。好，来，有人往最下层走去。为什么会这边这么乱啊？啊？这边怎么那么乱？这边这么乱，应该是不可能的东西。时间过去多久？时间过去5分钟啦。最喜欢哪一首歌？哇，五分钟了，我蛮喜欢的嘞。有没有你自己写的那些？就是有啊，有一首歌叫《豆》，这个操盘手，操盘，哎，怎么着？我喜欢你啊，我一直常说注意操盘手。这边应该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五分钟了。我今天上面有没有心跳跳得多厉害？我今天好瞎哦。今天真的蛮瞎的。他讲不听我。今天好瞎。你给我就是今天好瞎，真的吗？啊，我有骗过你吗？而且超会做菜，真的吗？你的拿手菜是虾仁蛋炒饭，会吗？意大利菜，真的吗？哎，我今天都无法自信。嗨，我今天真的无法自信。这是我们认识的小猪吗？这是做菜我们认识的猪天王吗？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啦，啊！这五行黑哦，十面埋伏嘞哦。
哎，新梅，哎，新梅姐，你看，哎，不好笑吗？不好笑，不好笑吗？蓝心梅，你看，心梅姐。等一下，蒋蛋冷魂精盖九十五天，等一下再问他。怎么样？时间暂停。怎么了？这个地球怎么可能是板的啦？怎么样？杜振胜，台湾都拿倒了也没有错啊。这错在哪里？你告诉我。怎么样？这地球怎么会反的呢？啊，我没有，因为它白反的啦。哎，平常是白的。是这样吗？滚出来了。找到另外一个疑点了，哇，厉害，对不对？哦，连这个都找得到，真的厉害。哎，有这么简单啊？宪哥把你们家的东西又换掉了。这个小王老是在我后面放炮，我就处理他。背后好多招，很多刀哦。嗯、哦，对，地球已经找到了，找两个了，找两个，找两个。但是时间已经过了八九分钟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啊算是平手而已。啊，还早了，反正我们今天就找这个。哎，我现在有人在扫感，有人在里面尿尿是？哎，那是不是疑点呢？好厉害哦，找到两个人呢，是不是？时间过了七分半钟哎，还要早啦，还要早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做事情就慢慢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做事自动自发，主动完成功课。我来看一下，里面一定有错字。我跟你讲，那真是太笨。说话轻声细语，大人说话不插话，为什么会加三个圈呢？有礼貌，看见长辈主动问候。好，会我才怪。对，做完功课，细心检查，办不到，对不对？画掉了。哦，有一点吗？没有一点。你好喘哦，是不是？比演唱会还累吗？嗯，谁在里面啊？出来、啊。都快到一个人了，神经病，都自言自语。谁在里面啊？你是不是小朋友？试一下出来啊。是平常看我们节目看的太多了，嗯，常常看，但是今天真的很难呐、啊。我今天我真的常常看，因为我们前面几集哦、喔，嗯，已经有做一个统计的排行榜。什么排行榜？就是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艺人。怎么样呢？第一名是蔡九力。哎、欸，我来过几次，你也知道我的厉害，我的厉害的程度應該。上次你把人家的飞机幕坐坏掉有没有？是不是？很经典。弟弟，耶耶耶！啊！太吉祥了，你成功了！吉祥，吉祥，还有个叫如意的，嗯，哦，哎，这个是不是？啊，越靠近，你是不是越来越紧张啊？我现在心跳得很快啊！啊！如意来了，如意来了！那个闽南语叫做扁婆啦，啊，国语叫扁婆。哎呦！我跟你讲哦，除了蝙蝠之外，你知道还有什么吗？还有恐龙，不晓得藏在哪里。哇！没有那么多个，到太好笑，而且在同一个点，不太好笑了，怎么会这么好笑？这小孩房间呢、啊？对啊，为什么来设计这种传说？我花最多时间就是你自己定的。对啊，本来这是 Costco 要卖的，后来他没有再进这个货，我在网络搜寻，啊，搜寻到展示品，啊，这展示品就比外面便宜，大概变成三折左右。哎、欸，九令有去当你的来宾吗？有哎、欸，有啊，有有有。那、啊、你们合唱什么歌？天空。哎、欸，这样你儿子好像躺在上面，哇，好开心啊！你改了给谁看哦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、欸，你怎么会穿那个鞋子玩那个仔？找不到，你都有在看是吧？我有在看呢、啊。嘿嘿嘿嘿！嘿，小熊啊，他怎么那么笨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听说他比那个九令还笨，哎呀，其实他两个人啊，半斤八两啊，差不了多少。您说啊，你很哎，有一个笨蛋啊。好，你敢摸的东西是真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概念哦。他很会嫁祸于人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还好，我没有摸那个飞机。哎呦，哦，小朋友们，紧不紧张啊？哎哎，这还好，这还好。嘿。真的还好，被我们那个鬼头吓的。那一个哈？对啊。哎，那个真的可怕。还被蝙蝠吓一跳。那个我真的吓一跳。妈好像没有生胆给你。是谁不会怕？谁不会怕？小朋友。啊，谁不会怕？他在这里待好久。亮宇，我们时间几分钟了？还剩下多久了？还有28分30秒。哎呦，12分钟才找到两个。
一个烂凤梨，我们的吉祥物办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算分的啦，那个算分。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哈非常有信心，你有没有信心？你有没有信心？你最有信心的是哪一个？你觉得他一定找不到你，你是不是？你讲，那小声小声跟我讲，小声跟我讲。你觉得是哪一个？对啊，九孔有蟹皮的记录哦。你们不会，你们不要这样怀疑我，真的没有，真的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过。过十二分钟是吗？是二十八而已，还好。Polo 找到三样而已，对不对？只有七十分钟吗？谁看你七十分钟啊？变四十啊！本来就只有四十啊，所以他找到一个凤梨头，一个两个，他找到地球仪的地球仪凤梨头，所以还有五个一点三个人啊！哇靠，那大落后哎！你他妈演唱会玩的真的太松懈了，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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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哪里啦？败了啦，大落后。这个是他们夫妇俩的，然后他自己还大言不惭的讲，这个房子的结构我很清楚啊，我真的很清楚啊，我在顶楼加盖啊，我有在那边待了差不多有三个月之久，那你住在这边吗？对啊，我都住这里啊。希望他坐上去。出来。哦哈，这边一定有树，一定有问题。天哪，坐上去，坐上去。把人家家具搞坏，把人家家具搞坏，没找到就算了，家具还把人家搞坏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叫做傻人有傻福。他居然没有看到，但是他就整个坐下去。我这算找到一点没有？这算找到吗？你有听到楼下一阵奇怪声？为什么看到我们？那有什么问题啊？那摄影机啊？那是不是时间要到了啦？啊？你时间还暂停呢？没有，他说你坐下去的样子很好笑。暂停！哇塞，这哇，继上次那个又一个哎。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确定他是有什么问题。对不起，你教我太习惯了。你先吃完，然后感受一下，我再告诉你。不要不要，你每次讲完就说这个，一个沙弥沙弥，没有没有，你沙弥沙弥，这个真的很新鲜的，真的吗？那我们看了，我们刚刚在布置了一下，能霸 Polo 能霸 Polo 了，对，好啊呢。哇，这个味道真的，有闻到 Polo 的味道吗 ？Polo。还有好多胶水的味道，我怎么把它吃下去、啊？不是，我们喷了半罐 Polo， 因为怕那个味道。哦，啊、好，三个哈，三个。时间继续。小猪还真是健忘，竟然掉入和上次相同的椅子陷阱。加油啊，小猪，你可不能中毒倒下去，还有一天等着你呢。在恐怖的时候，哪一个干妈也不知道，先坐断。干妈。愧疚了老半天，看到没有，是吧？再不是说我们老王卖瓜自卖自夸，看所有的朋友们都觉得我们道具做的真的非常的真，我们花了多少心思在做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大家应该给我们多多鼓励。继续。九孔第二，他拿了也是刻下去，他不想再不能吃的。哇，太敬业了。哎，真的去洗脸啊！漱口啊！哎，小猪吃了一片那个椅子啊，现在脸发黑啊。哇，哎，今天看起来，啊、哦，简单的都变好难哦。对啊，俗话说得好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嘛，哦。哎，这个聪明的人他也是有落高的时候。这可厉害了啊！会很难找我们家又不大。我跟你讲。就怕这种格式，你知道吗？尝试的，看了800次，咚咚，都是我的功劳，真的。现在问题是哈，不是那个 power 在哪里？这一段他到了。嗨，我好热哦。喜不喜欢我的家？喜欢。喜不喜欢吴宗宪？喜欢。喜不喜欢洪都拉斯？喜欢。喜不喜欢九孔？哈哈哈一点声音都没有，我赢了。声音明显的一些降低。哎呀。啊，怎么这次没有那些有的没的？哎喂喂。现在我们小猪来到的是厨房，
啊啊！厨房的危险，厨房啊啊！哎哎，厨房啊！哎哎哎！小宝，你小声一点，这边都听到了。在，不要动 ！Oh no！ 哎，你们那个声音太大声了，这边会听到基地台。哦，今天好难哦，今天真的很难。他去了已经开始叹息了。嚯，后天刷地。喂，啊，这怎么搞？不盖？哦，可以，可以的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他到厨房去玩了完了，啊完了完了啊啊啊！哎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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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很难呐，很难呐！我就说，因为你每次都成功嘛，小猪来我们节目啊，很少失败过。他到厨房去，我们把那个发那个声音啊，那个杯子一起啊，一边去啊啊啊啊啊啊！这种厨房这种开放式的，怎么可能有一点在这里？说对不对？这怎么可能？哎，这个里面放蒜头，这样子可不可以？哎，你会剥的，就代表不可能。太厉害了，是我会剥的，代表不可能。各位，我感受到这六万元的温度已经慢慢变冷了，好吧？恭喜啊，你们要准备啊，考虑好的啊，六万块拿去哪里花了？掌声给最可以的。陈弟弟，时间过去多少？过去15分钟啦。换了一个季节，就换了一个脑袋了呢。他以前没有那么笨哦，他以前很厉害的。对，哦，好难的，哎，孔哥，是不是？哎，你流汗了耶！哎呦哎呦，这怎么可以让巨星上面流汗呢？对不对？我有这个荣幸帮你擦擦汗嘛。你看到没有？真的流汗了，你看多专注，是不是？你看到没有？我代替我妈帮你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妈真的好喜欢你。谢谢。外面没有吧？我跟你讲，今天应该我忘了，因为他那个东西，他还把它。避开，没有，那还哦，哦，没看，呀，喷过来，哎，钢丝露出来，他一走，我们赶快又帮他放回去，哎呦，哎，糟糕，糟糕，糟糕，哎嘿，小弟弟，糟糕了，出来了，哎，外面不用去了，外面没有了，你光三层都扫不完，还跑到外面去。不是，我一直觉得这里一定有疑点呢。你要喝果汁吗？好，完了完了，哎，酒桶在那里了，求了，你看你看，哦，他手一摸桌面就带衰了。先生，你叫酒桶叔叔回来，还是叫他出去？喝个果汁啦，好不好？不要，喝果汁行。我不要，我不能喝，因为我是主持人，因为我喝的话会被网友骂。我也不要吃，不行，我有代言。我代言啊？那你吃个水果总该可以吧？轩哥，哎，怎么样？小朋友有机会可能会泄题。小朋友，怎么样？他现在跟小朋友在讲话。你看这三个，他跟小朋友在讲话。谁？小朋友。哎，先生，你要播就跟他们播再讲。你基地台就这边就好，你不要到处跑。哦，你很不走步道哎，经常往外跑哎。啊，你要讲一个椅子，你就起来要离开这地方。珊珊，坐好。难怪你长不大，国中二年级还那么小。珊珊，哎，今天真的很难啊。很难啊，真的很难。再来一把。我看到你们，你们真的好厉害哦！怎么样？哇，你们道具真的做的一模一样，我的天哪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弟弟好紧张啊！哈，弟弟，怎么样？我来了。嗯，还是被找到。怎么样啊？那桌子有什么有啊？没有什么好疑问的吗？你看，弟弟被找到了。没有，他没有讲啦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要上去。好，哎，他已经抵抗算蛮久了。来，弟弟，我讲，反正你被抓到，我跟你挑一下。挑一个，每次酒桶一下去就出状况。对啊，再接着下去。来，弟弟来。弟弟，你有讲吗？他刚才啊，他没有讲，但他蹲在那边有没有？是还在动吗？还在动啊。
哎、欸，不是要暂停吗？是他站在那边没有？他就站在那边，他就动啊，然后就一直看着那个在躲的那个地方。谁？这边一定有一点。厉害吧？螃蟹。哎！停！暂停！中间暂停！好厉害！什么刺？什么刺？螃蟹一呀、啊，爪八个，两头尖尖，这么大个，是不是？这一只螃蟹有鬼！哪里有鬼了吗？哪里？哪里？一般的螃蟹呢，只有什么？没了吗？一二三四，看爸爸，一二三四。哦，但是呢，它这边是一二三，哪有？哎，这边不一样，一二三四五，所以它竟然有十二只脚。哎呀！恭喜找到最可怕的一点。耶、yeah, ，我超强的啦！哇，哎，这个厉害了，这个厉害了，各位，你会怎么找到这个？各位，时间剩了多少？姿势。还有二十一分四十五秒，没有了，出发来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杀手锏，这个就不能够有任何的讯息了。你刚刚有讲话吗？他说怎么找得到你？21分40秒。哎，我被你讲得我好渺小哦。哎，螃蟹被找到了。哎呦！今天我们的重要关卡不是螃蟹，真的。哦，我的脚好痛，好想睡觉。你快点，哎，要不要给你圈一个那个什么？不，你刚刚已经想好梗，想玩这个，对不对？告诉你，我不会被你骗的。哎，弟弟，在里面辛不辛苦啊？哎，这里面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浪费我时间，在我离开之后你再来找，要不然他们会说我谢你啊！不要浪费，走开，走开，不要浪费时间，看在我们两个的这个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，你可不可以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哇，你这个戏演的还不错啊！不好意思，不错不错，他才国小二年级啊，嗯。哇，你怎么那么长那么大？他2岁半就骑两轮脚踏车了，就会骑的、啊。对，他就在外面的巷子这边学会。好厉害！我儿子国小4年级才学会，哎，你4岁就会骑两轮脚踏车了？2岁半。2岁半呐、啊，然后那你现在会骑摩托车？会骑，但是还没有驾照。真的吗？我哪有问题？我跟你讲，我讲，你可以很快就可以去开计程车了。当妈妈、爸爸赚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去外面兼差。我把这机会留给别人。是啊。还有人对不对？还有两个人。有人。两个人，三个一点哦。有很多。哎呦，帅哥，你流汗呢？哎，天这么冷，你怎么会流汗呢？下来聊一聊嘛。哎、欸，时间剩下19分钟了，啊、还早，还早，还早，快点帮我打开灯。他们现在基本上只维持平衡。他现在找到几个疑点了？我们报告一下。一个人，他找到一个人，几个疑点？然后4个疑点，那就是还有两个人，3个疑点，好，那个一半，对，时间也刚好过了差不多20分钟了。对，欢迎你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声音，好紧张啊。进度稍稍落后的小猪能找到坏人工具箱里的力挺吗？全国收视第一的节目广告之后马上登场，欢迎收看《中华电档》。嗨，欢迎，哎呦，听到你声音，哦，好紧张啊！他好像知道我在这里。哎，妹妹自己拔起来了。妹妹被找到了，啊，怎么那么快？各位，我跟你讲，妹妹本来就是我们要送分的，摆在那里，对不对？随便一打开就有了。怎么样？暂停啊！时间暂停，
我们要给妹妹出来，要不然让你辛苦哎。妹妹，你是来躲的吗？还是只是路过这里？没有，她只是路过，这不算。不是的，不是。哎，她是你的歌迷，躲在这里面有错吗？靓女，我喊暂停的时候就要暂停。哎，这是隔壁的孩子啊！对啊，对啊，是歌迷。不是，问题他躲在这个家里面，都把当做是一个疑点了。哎，小叔，我跟你报告一下，他们叫靓女。啊，那个靓女，靓，那是靓女。哎，注意看，叫错了。注意看，看他的脸，看到没有？老公，我帮你求到一个上上签哦。妹妹，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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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，真的抱一下。不是你，不是你。啊，不是你啊！每一个来都要抱怨，都是我出面，我们比较习惯了。两个人，还剩几个？时间继续哦。还有一个人哦。好，门开着，让你凉快一下啊。小猪，别管靓女还是靓女啊，还有一个人三个疑点，再不抓紧时间，你就要登上鱼笨排行榜喽。哎，这里还不错，没有什么蚊子。哦。哎，这就怪了，你们该不会是蜥蜴家族吧？难怪没有蚊子。时间暂停。那边有东西。哎，九孔人在哪里？在上面。哇靠！难怪人不会找到。九孔不在厕所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边。哎呀，是那个骷髅头啊！被骷髅吓到了。胆子好小哦，他妈妈没有生胆子给他。听到了吧？听到没有？听到。被人家笑了吧？这是骷髅头。来来一首，来一首，来一首，来一首。你弹我唱，好不好？不用了。你安心弹，安心弹。好。时间继续。不是。好了，暂停，暂停，先暂停。哎呦，哎，表现一下，哎，这演唱会看得到，当然是这边。我看他在这里，他会弹钢琴，对对对，他最近演唱会很成功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好棒！亲呀亲呀亲呀，让我来问候你。转角遇到爱，哦，真的吗？对，哎，那我妈妈也看哦，转角遇到爱，不是转角踩到赛，转角遇到爱。哦，信哥，这我很期待你可以再一次发专辑。哎，那妈妈是不是有小朋友受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技能？有，这个阿妹子会什么样的才华？平常在学校有没有教？体操，体操啊，嗯，体操队的，那应该会劈腿喽，会，教一下好不好？来来来来，让湖人听见吗？哇，整个气氛好起来了嘛。Demo 哦，对，我也是你弹的，哦，我以为是九孔弹的，吓一跳。哎，你看，看你这个鬼，哎 ，EP 弹钢琴呐，哇靠！来来来，嘿，哇，太厉害了！哎，第二招，这招叫做朝天凳。来，第二招，法鼓摇船，哎呦！这叫金鸡独立嘛！来，再来一招，摇船，真的没有。哎呦天哪，根本就是软骨功了嘛！哎，罗志祥，干嘛？我找你。屁呀！哎，电话。1234567，我会这么笨吗？我弄弄墙要给人家骂。老师在上课啊。这个掌握非常仔细哦。时间剩下多少？时间剩下15分50秒。完蛋了，真的错赛，今天60000块又挂了啦。哎呀，不行啦。1234567891011。啊。笨啊！现在呢，还有一个人，我看一个人是神小孩，还有一个人是神小孩。我小妹的小孩。哦，你小妹小孩、啊？哎，那从台东上来，真的忘了，自己搭飞机上来，为了小猪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有台南的，有台东，待会完毕都要直接带回去。先坐高铁回去就好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喂，那今天算是个家庭聚会难得的日子，为了小猪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小猪如果说你又把这个
所有的一点找到的话，就留下一点淡淡的遗憾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那幸好他今天表现真的很差劲。哎，还有你看他疑心病的样子，他的眼神，小朋友的眼神是最真实的。你还有三个一点一个人呢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糟糕了，你到底来不来得及啊？三个一点一个人，还有人躲在哪？哦，这个疑点真的很难很难很难，你不能再讲话了。我没有啊，我们的六万块已经撇定了。我没有，你好好解释一下。四分钟，没有翻译机也是这个样子。对，你就是要留在这个地方，不能够再离开了。他说，以免绕人口舌。那上一集也是这样子，离开基地台就第二年那边就出事。对呀、啊，他命中带屎啊！你绑起来绑在这里有没有？就可怜的我就无悔了。他们说，今天所有来的小猪的粉丝呢，都是来自台中、台南、台东的，所以他希望你让他们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。你现在目前为止表现得不错，你看他们现在很开心。剩下两个疑点，对不对？三个疑点，一个人，三个疑点，一个，这个很难嘛、啊，一个嘛，哈、哦。哎，对，拿好来，一个人，啊啊。啊哦，这是我们自己都忘记疑点在哪里。想不想吃橘子、啊？怎么哇，这么好心哦！啊，天气这么冷，你还流汗啊？哇哦！哎，莫哦，不是，我很用心在找东西。没有小猪啊，他之前就很优雅的传统，每一次都会成功。你这个不惧？他现在如果失败的话，他明天会有接不完的电话。组合运，韩太太，恭喜啊！韩太太，恭喜啊！橘子可以吃吗？没问题。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真的，但是你没必要跟我讲哦。对，就是不要告诉我哦。就像都没有。哎，小猪过去了，小猪过去了，躲好，你现在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小猪过去了。应该不会找到吧？哈哈，紧不紧张啊？紧不紧张？好好笑，他打开一个地方就哎，紧不紧张啊？然后就很，一直摸一摸就走了。时间剩下多少？十二分钟。哇，错赛！好，一下错赛。别错赛啊！哦，自己表现得太好了。哎，小猪，你真的会很怕？哎，我好怕，各位，我好怕哦。各位，我很担心，很害怕，害怕什么？一桌子菜这么多，我吃不完哎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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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呀。啊，你怎么？哎，我在吹啊。有咧，啊，你是来这临时吹吼？啊，物件是拢伪造出。啊，无帮他吹。哎，你这个地方结构你最清楚啦、啊，什么地方容易藏污纳垢？时间剩下十一分钟，严重落后了。啊，糟糕了，还有三个人一个一点，还有一个人三个一点，还有一个人三个一点，魔收藏他账了啊！还有哪里可以藏人啊？没有了啊！他真的，真的累了。啊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来了来了。他有可能要离去了。不好意思，基地还没有，基地还没有，基地还没有。哎，这三个如果没有找到，就破我们的记录了。哎，真的破了，这是排行榜冠军啊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真的吗？这是行动最缓慢的艺人。真的吗？一，还有一个人找不到。哎呦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168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我们今天168，一九三，没有。是好数字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过关的几率相当高。可是为什么我每次一讲到这里，就会被找到？但我真的很不希望。你有回去检讨过吗？我没有啊。什么？现在好想哭，难过。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平常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今天怎么遇到这么大的困难？哦，好难，好难哦。啊，小朋友，今天去餐厅吃饭了。你饿不饿？要不要一起去？去吃，去吃，好不好？一起吃饭，吃饭啊！吃饭了，吃饭啦！耶，吃饭了啊！耶，小朋友吃饭了，又饿死了，耶！啊，我好想去外面，可是又不能被找到。糟糕了，小猪加油！哎，怎么
楼上还有哦。你不想不是有三层吗？你不是说有三层？那你熊熊要不要便宜？没有办法吓我一跳啊！那弟弟，弟弟啊，可能是妹妹，不一定是弟弟啊，会不会叫错了？糟糕了，时间，这个菜很好，可以试试。来，我再跟你挑一次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先过吧，过吧，你先试一试吧。啊！太难了，要赢我，我从小我就玩这个，你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两位宝宝妈妈，我们的重点应该专注在这个游戏吧？躲摸摸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熊猫呀，连这个都不要了吗？你讨厌他是不是？你一而再，再而三的找他麻烦，他躺在那里也没事干。不可能啊！真的很奇怪，我就想出他那种心意，让我感觉他很认真，可是怎么一直在重复犯同样的错误啊？不知道为什么。什么没有错误？对呀、啊，你这都看过了，而且你这东西不可能没有啊！糟糕了，怎么样？安奈，哎，快点，时间好像快要进入个位数了，好重的味道！耶哈，弟弟，世纪大决战，你还是说实在话，你最有把握是？太厉害了！本来是最有把握是螃蟹。就螃蟹小猪实在太精明了，他一只一只这样算，反应很快，没有，他是一只一只这样算。对啊，好厉害，真是。哦，不是男的啦，他一开始发出那种怒火的声音，叹息的声音，我们制作单位太坏了，不可以准备那么难的。要是这个事情传出去，他粉丝，你这小猪怎么做人啊？是不是？下个月还到新加坡去开演唱会，不可以让他至少要找到两个嘛？怎么找到一怎么？还有剩下一个人，上了一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哇塞，我真的瞎掉了！哎，楼下，这个楼下好像已经在开庆祝会了。我真的瞎了，我真的瞎了。瞎，这样就超瞎了。宪哥，我觉得十分多钟，我们已经完成这个样子了。你看他们还有多少？还有一个人，但是史无前例吗？史无前例，七分钟，剩下一个人，两个雨点根本太难了。我告诉你。三个疑点、啊、你知道吗？一个人三个疑点，而且现在正剩下最后的七分半，叫他来跳舞拿提示啦，跳舞拿提示啦，叫他来跳舞拿提示啦，来啦，要不然完蛋了啊！我是要提我加油，小猪加油，你啊，我提啊，史上最烂排行榜现在已经要升为第一名了，我告诉你。最烂排行榜都出来了，哎，他应该想讲五个字的话吧？干嘛？你可以下去跳舞给他们看然后他们给你提示。真的，我会骗你，这种面子要摆。你应该不用用到这一招吧？不是要这样子，对啊，这杨宗纬才用这一招的。你面子，你面子把他抛在一起。还有另外两个疑点是什么？啊？他那个找不到真的啊？还有，他以前不是有抓过那个吗？哎，去，他在偷听哦。我们还有多久？还剩下七分钟而已。七分钟啊！上个人，上个人，他给你提示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要不要再那个了。什么了？来了来了，巨星来了啊！巨星来跳舞喽！来，好，时间暂停。我这时间暂停。今天有够难的了，我的妈呀！巨星来跳舞，怎么那么难呢？你不是说你以前在那边巨星？超难的。跳完舞之后呢，麻烦给个提示。好，我来给提示哈。他还说是杨宗纬的。剩下六分半，要不要伴舞？结果你老兄竟然就这边跳了，好不好？跳到让我们韩家人觉得爽。我们就给你一个提示，好不好 ？One, two, three, go！ 哎，我们这只手，哎，真招哎，感动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不诚恳，谢谢。怎么可以这样？哎，不要哭了。这个，等一下，停一下。啊，喉咙已经沙哑了。啊，对了，他哎，他刚跳还认真的，还变真的感。我这个提示。希望你们也能满意，我要在双方面都满意。对对对，不要。遍插茱萸，多一人，
片叉茱萸多薏仁。味道的茶不仁是什么意思啊？多薏仁是什么意思、啊？多薏仁好像没有提示哎。片叉茱萸很明显的、啊，多薏仁。片叉茱萸应该在厨房的、啊。怎么会差那么多、啊？怎么会差那么多啊？你下什么？时间继续。什么叫片叉茱萸多薏仁？我也不懂啊，我也不懂，我们太笨啊！怎么可以？怎么可以？这样可以了解到吗？一定要添个不煞煞的。多薏仁呐！还有你这样子，薏仁真的好了。这提示已经是相当清楚了。片叉茱萸多薏仁，片叉茱萸。你有没有看到片条做的台灯啊？哎，你有看到片叉茱萸多薏仁？片条做的，个屁！片叉茱萸多薏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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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烂人！片叉这个多薏仁这么清楚，多薏仁，时间剩下五分钟。片叉茱萸，各位，现在已经破我们的记录了。哪里有人？得到同情的体育是小猪，却误打误撞来到小吕躲的柜子前，他能够顺利找到小蕊吗？哈哈哈！广告之后一定要回来哟。时间剩下五分钟。片叉茱萸，各位，现在已经破我们的记录了。哪里有人？中途在那边完蛋。我不会啦。My friend， 请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土豆是哪里人吗？土豆是哪里人？有没有知道？土豆是哪里人？知道荷兰豆是哪里人？我知道。在哪里？为什么？好冷。哦，土豆加薏仁呐！土豆加薏仁呐！各位，剩下四分五十秒，时间继续。哇，没想到误打误撞竟被小猪找到最后一个美眉了。但是小猪能够找到原本提示的足球守门员一点啊？完了！紧张了，紧张。三个疑点。坐好，快来撞，撞撞。三分。哎，直接就往楼上上去了。啊天哪！天哪！跟你说，厕所没有吧？厕所没有吧？该不会刚才就是找到了吧？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这么难啊？直播间，放相中机了啊！下面一响十分十五秒，哎，他就杵在那里，Oh my god！ 四神九口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，难道又有祸事发生吗？时间暂停。哇塞！三分三十四秒，时间暂停。怎么样？厉害！暂停！九口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刚刚才上来，我没有。有好关系吗？
没关系啊。那为什么太上来就吹哨子？九孔一上去马上就找到。不是因为这个啦。这什么？这不是那个吗？很合理啊。屁呀！大厨不能做这个吗？对对对。光辉啊！光辉不能做蜡烛吗？不行的。哎，各位，真的不能做蜡烛，好苦、哦。还剩几个？还剩几个？还有两个。找到了，五光蜡烛。我要吃蜡烛。你一上去马上就找到。对，可以我，要这样，那我先走好不好？往那边，往那边。好不好？鱿鱼。我被人家误会，我被人家赶出家门，我就先离开了。但是我真的没有犯什么错，我就在门口等。好，剩两个疑点，剩两个疑点。哇塞，今天真的难啊！没事，没有。暂停。因为我英文不会，是这 A 怎么是这样？啊？小姐 A 不是这样吗？对，他是对的。对。没事。是迪迦，不是迪迦。还有剩下两个疑点，一个就是，另外一个呢就是多一人，有没有？就是守门员嘛，加油！完了，我就应该挂彩了。我的苦瓜真的好苦哦，天哪！我今天应该挂彩啦。哎呀，不能，好吧，下面苦瓜要开香槟了。各位，时间正式进入2分56秒，加油！还有2分56秒啊！糟糕了，他现在的打击一定很大。哎，找不到这个眼睛。真正高兴你找不到，找不到，大声点，找不到，找不到。哇！他们找不到。耶！好，剩2分半，2分半。你还要去跳迪士吗？你还要去跳舞吗？你还要去跳舞啊？艺人，我想要完成任务啊，真的是不耻下问。今天有没有？哎，糟了！我现在有点后悔给那个片渣猪的找一人，现在有点后悔，因为他在这里，如果把这个找到，突然间，哎，看到哇人，哎多一人，哎没事，还有2分，剩2分多，哎，好像有忧郁症，哎，刚那个酒桶怄气走了，走掉了，为什么？哎呀。他说，他就是上去的，你还找到苦瓜蜡烛的、啊。没有，他说我们都诬赖他了，然后他就怄气。他没有吗？刚好一到，他一到就找到，所以因为这个样，我们赶快打电话给马国炳啊。对，这个马国炳现在在拍戏耶。啊，要打给马里奥。No 也可以啊 ，No 两单人很多，无所谓。走了马啊，可怜了，你看，这个走嘞。对啊，一个怄气，他会不会去？他还不坐车，他自己走。时间剩下1分30秒，还有两个一点，两个一点。电叉出于多一人，安的，一般依照我们的这个，我跟你讲经验来讲啊，绝对是肯定的。看到你们这个经纪人也是蛮。片差茱萸多一人，茱萸。片差茱萸多一人，一人吗？绿豆加一人哦、喔，多一人啊，多一人，一次多一人。就算他多一人，他还是有一个。小猪，赶快来拿提示，快点，快，时间暂停，暂停，剩三秒。你真的尽力了，你真的尽力了。但是我们，我跟你讲啊，不管你差一点破纪录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那个苦瓜没找到你就破纪录，所以你现在是鱼粪排行榜第二名。可是我这也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要给你个提示，鱼要讲诗词啊，简单的两个八拍就好 ，1、2、3、4。哎，什么都是我在跳，有我在跳啊，多一人啊，给你提示。刚刚给了吗？给了，差不多走了。什么啊？可以再看一次吗？1、2、3、4。
哒哒哒哒。他好聪明啊！请看地图。哎，他真的是骗他茱萸多一人。哎呀，骗他茱萸多一人，危险呐！对呀，茱萸多一人，对对对对，拉拉呀！你在那边？怎么样？这边多一个人呢、啊。韩太太，放心，好不好？他如果找得到，我就叫他是神了。十三秒，耶、yeah, ，剩下十三秒了。最后一个黄豆串联会被小猪找到吗？先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韩太太，放心，好不好？他如果找得到，我就叫他是神了。十三秒，十。十秒，十秒，十秒，都好快，没有这么快啊！过年了，新年快乐！欢迎失败的小猪来了，一样排行榜冠军。OK， 来，我告诉你在哪里，好不好？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这个好，飞机房，飞机房，弟弟那一间。好，你上去把它拉出来，好不好？好不用，他在这里看就好了。我们会在，他已经跑了十几趟了，累了啦。你要对着镜头打声招呼哦，快上去。好，看到，快上去。你看，弟弟来了哦。豆子做的，不要拉，会断掉。这一条是假的啊，有没有？哦，那一条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那个一般是塑胶帘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另外那个是黄豆。不相信唱？哇塞！我跟你讲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好像被打了。对对对对，我翻脸了，翻脸了，翻脸了，翻脸，翻脸。你知道吗？上对对对对，上次是糖果，糖果帘，有没有？黄豆帘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策略，在哪里失败？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爬起来。而且小猪最怕帘，他最怕窗帘、糖帘还有豆帘。对对，猪帘、猪肝帘他也怕。各位，恭喜我们韩家获得金牌第六位耶！颁奖典礼，请微笑，微笑，好不好？好，哎哎呀呀呀！各位，那么恭喜获得六万元了，同时也跟我们观众朋友大家讲一声，啊，这一个月里面啊，没有看到小猪播的 MV， 是因为他把我们钱输掉。对对对对，他粉丝呢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。来了啊！赶快抱，赶快抱啊！没得抱，好抱一下，抱一下。真的应了一句话：输了金钱，值得友谊。有没有？好了，再次恭喜他们，我们案发现场躲猫猫成功。